实际上它这两根这个铜带哈，它应该是固定中间玉器的，因为它这个网格状，它把那个玉器夹在中间，它有一定的摆动，摆动过可能它就用这两个铜带去固定它的里头，应该说应该是起到定位的作用。这个可以打开，把这个整个的附着物清理完过后，该到了打开那一步再打开，然后才把那个玉器才提得出来，才晓得这个玉器上有一些哪样的信息，比如说文字啊、图案啊等等嘛，现在都是个位置嘛。